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们现在是在天空之境。今天是约了朋友一起去沙沙湾船钓。去沙沙湾钓鱼的话，我们就要用这个码头。今天的目标鱼红轴，今天目标是红藻鱼 ，Golden Snapper， Jenaha。今天的目标是钓到一条两 K 以上的，看一下有没有机会。这里的鱼货不要期望太高，但是就带出去玩玩的心理就好了。然后如果有想知道去船钓的朋友的话，待会我会把全部价钱记录在这个 video 里面，让你们就给你们做个参考。在沙沙湾这边一般的话都是玩沉底钓，但是以我这样的性格的话，哪里可能玩沉底钓，沉底钓但是也是要玩啊。今天是准备了两组钓竿，一组是打算来做沉底钓，一组是玩铁板和玩饵，看一下有没有鱼啊。我们现在就在等在上船。第一个够啊，要两个够啊，第一个够够到尾巴这边，尾巴而已啊，不用碰到身体啊。OK。第二个够嘞，如果你做得到，你就这样抓，做得到容易够啊。你够那壳，前面的壳，轻轻勾过去壳，不要伤到它就可以了。哦。你伤到它的身体啊，那死掉红藻不要吃了。哦。好。总之，你看到鱼柱，如果是咬在刺的时候，你不要理它先。这个红藻吃到整只下了，下了才打它。哦，要锁你就打它，动打它跑掉了。哦，别咬一般拿断掉了。要锁到几紧啊？这样子啊？你拉出可以的，拉出就可以啊。啊 ，OK。OK。你不要讲送到你补，也不要讲整到很紧。嗯。啊，拉得出，拉得出就 OK。吃掉你等它。OK， 等它整只下啊。整只下你才打它。OK。吞过了。OK。因为来的话，你钓小鱼、甘梦鱼不一样，甘梦鱼总不是有些是要打掉的嘛？因为它在咬的时候，我们打掉也会中它嘛。你来的话不可以。那的话，你一打它，有时候它咬到啊。哦。尾巴还没有吞，你打了整条鱼，那的话死掉了，死掉了，鱼没有撞到。好，那你总之你吃掉的时候小心就可以了。现在看这个，看到下了才可以。撳住，喂，你會咬我嘅，驚嘅，撳住佢，攞上嚟 ，OK， 咬佢，一前一後，幫到佢，嘅。一隻勾後面，一隻勾殼，哦 ，OK， 就是這樣子，對的。右腳綁法是從主線這裡穿過，那水窩，然後你的到這邊放在下面的。后面就把它勾，比较简单。这个绑长线的主要它的原因是，今天是两只钓竿，一只玩 bottom，
一直玩 Jack， 在这边有这样闷，玩了这个四寸 Grub， 台湾的 Grub， 卷尾啊。给它沉。第一个 spot， 我们是钓大鱼。给它翘底，这个 grub 给它翘底。中了啦，不是另外一个，我放那个卵虫，中了，哦，卵虫，我有，攞我嘅时间，哦，不是大只啦，有刺，黑鲛鱼嚟嘅，呜呼，红虫，哦，呜呼。First blood。哦，卵虫都可以钓到这种鱼。哦，卵虫可以耶。啊。买的，用卵虫快哦，你下就吃哦。他下到底他就吃啊。哦。这个呆蛙的。啊，呆蛙的。18块啊。没有，5只。18块啊，5只18块。哇，值得买。哦，但是要加那个 JK 啦， JK 也是10多块。那个加另外一个，来那个头。哦。嗯。啊，鱼钩了，鱼钩了。呜。他冷冷冷，他冷了。他冷了。卡到你的线了，不是啊，有鱼，有，嗯，大了，哎呦，吃掉我，大力呀，哎呀，你也吃我的卵虫啊，啊，哎呦，翻身了，翻身了。也是吃卵虫啊，卵虫可以啊。嗯，不是不懂啊，试了就懂。看一下这个60g mustard rainbow color 60g 这有鱼，哇，哈哈哈，白带鱼啊！哦呦，它牙齿很恐怖，又是咬劲啊！这个60g的劲来咬，哇，咬得很准呢，咬到那 S 手准准的。是要这个24g， 可以啊，24g 也是敲到底。要八个马币。
好似有嘢咁嘅。哦，有哦，终于哦。哎呀！啊！来呀、啊！嗯，大了。嗯，大了。然后那个，如果我先拍照完，你要换新的了。来呀！好重哦。重。哦。啊！哎呀！还以为是大鱼。他是吃两家啊！现在是已经是从沙沙滩回来了，所以今天的目标就是完成一半，红枣鱼钓到了，但是就是没有两公斤，所以应该会有下一趟，我们再去挑战。在影片开始的时候，我已经说了给大家一个概念，出海钓鱼大概是要用多少钱。所以这艘船我们的租金是500块，从8点钓到5点，这艘船是总共可以承载6个人。一起去钓鱼，饵料的花费是大概用了130块左右。我们的目标鱼是红枣鱼，所以在当地他们一般都是建议的用螳螂虾来钓，但是我们这个 trip 用螳螂虾是应该是除了我用软饵钓了红枣鱼以外，就每人都没有钓到红枣鱼啊。因为螳螂虾的价格是2.5块一只。我们就总共order 了20只，然后甘梦鱼是1kg 是16块，所以你们就自己拿捏拿捏了，到底需不需要买螳螂虾。顺便预告一下，我会在下支影片做这个 Seahawk 的 Nutrica NX 3000的 review， 是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用后感现在也是把线退了下来，说可以给大家看清楚。So期待下个影片，我们会对这个 Nautica NX 3000做一个 review。Okay, guys, see you！ 喜欢这个影片的记得订阅、按赞还有分享。Okay, guys, see you！ See you next video！